看见小辫子了。拿到钱，给我消息。总之能抓到了，大约100多磅。收到，把人带回来。怎么停下来了？小磊那儿有情况。他像是在等车，估计会在车上。哎，滚！我他妈跟你说，你没听见啊？赶紧滚！你能上来？咋还抢不人来？哎，滚开！小张、李超，车到后你们盯人，我盯车。老板，警察扎手，钱没拿到。别被窝里说，来地方了，去边边菜市场去找二愣子，先把货拿回来。地点变了，不去公交站，去边边菜市场交货。你们有完没完啊？搞我呢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赶紧把票准备好，一手交钱一手交票。小磊，小磊，注意这辆公共汽车。送货的人应该在车上。车上发现一个同款背包。三棒子，有警察，快点跑！小张、李超，去拿人，我去盯公交车。小磊，盯住了，别让人跑了。小磊，你别冲动啊，盯着就行。其他人跟我去抓人。你好，师傅。警察班，麻烦用你的车帮我追一辆公交。Yes, 麻子。好。到了，我找谁啊？到了以后会有人给你打电话的。便民菜市场，拿货。收到，我马上让朱有柳安排，你只负责盯着。Yeah.
来的，有何指示？谢谢配合。没事，警民一家亲嘛。谢谢。哎，绑架了！哎，小子，哎，没人管管我，扣了！哎，我，你能跑啊？带走，等会儿。小磊，人抓到了，货果然不在他身上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老熊，我感觉不对，背货的像是小暖。小磊，你千万别冲动啊，我们马上赶过来，告诉我准确的位置。在我家附近，小暖该不会是回家吧？那他身上那包肯定不是他的。我先跟着，你们抓紧过来。一些通信功能哦，对，还有这个，对，这个很重要。嗯，这个是一个叫做“问道”的游戏，小暖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。等你把所有的基础功能学好了以后，我教你玩这个游戏，可以组队，组队你明白吗？做他的战友，你就可以跟他一块打游戏。闭嘴，闭嘴！你玩这个游戏吗？你最好别玩。我懂的，雷哥。喂，杨队。对啊，我在跟雷哥聊天呢。小暖，小暖走了。好，明白，我这就过来。小暖有事儿？没有，杨队说队里有任务，让我回去一趟。雷哥，你自己看着，对照一下，所有的功能都在上面，放心。有什么不会的再问我，好吗？行行行，我的电话已经存到里边了。OK， 那我先走了。哎，那个。下回空了过来吃鱼，鱼，红烧鱼。没问题，我就喜欢吃你做的鱼，下次多烧点啊！我先走了。哎，回头见，下次我把那鱼吃光光。这也太复杂了。算了，先去买菜吧。来，找你拿货的人在路上，你别着急。货主已经到菜市场，但是后面警察盯得太紧。告诉货主，找到接头的人跟上他，我已经找人对付了。看到了。我不能出手，先拿回来。放心吧，大哥，跑不了。喂，哥，把货给我定紧了，先不要动手。有警察？有警察？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总之这货一定要弄到手。不是哥，有警察我怎么抢？动脑子，想办法。不是，喂喂，哥，大哥，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，咱们是不是被人点了呢？